今天有礼物要送给你。哦，真的吗？今天有礼物要送给你。好，首先呢，我这边看到一副扑克牌。扑克牌，好，稍微呢先洗一洗，切一切，是的，光洗这个牌就很好精彩，都有架势，这个要学很久哦，性感吗 ？Sexy man， 伸出一根手指头。先碰一张牌，很皮哦。这张牌呢，你记住给大家看，但是不要让我看到，我转过去。哎，我们要看一看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看一下。我也要看。好了吗？还没，还没有。好了吗？哎，汪汪就好。哦。好了吗 ？OK。好了吗？有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插进来。我不可以偷看哦。我不会偷看。好，你自己选的，你自己插进来。好。我刚才说过我要送你一个礼物，接下来我要告诉你，我现在你面前呢做出这个礼物来。做出先第一步，先洗牌。正反都洗一下。各位，接下来用到的是这个东西。项链。项链。项链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一二三，哇！太棒了！好惊人！哇，这个礼物太棒了！哎，太神奇了吧！好像识别证哦，看得出来穿在上面。对呀，穿着穿进去啊？怎么会？我的天哪！哇塞，是这样穿过去？哎呦，过去的耶！不可思议耶！哇！哇哦，连眼睛都拆了。真的穿进去耶，好棒的礼物，而且是你的幸运数字，我的幸运数字，谢谢，要送给你，定情之物哎，哇，谢谢，哇，这个太特别了，抢大傻了，特别的大傻了，吓傻了，傻了，我今天第一次来就准备要来被吓死。